好了，兄弟们，牛李家族牛李啊，也就是我们的啊春风十里明秀园啊，福战玩家啊，福战玩家最后还是自己玩的时候喜欢玩三公啊，给大家看一下牛李哥啊。牛李哥的武器是梦幻西游天花板级别的神器啊，高命中高伤害高双加啊，这个凌波城天花板啊，没得比啊，纯伤过1100的先祖武器，破血狂攻加变身啊，凌波城带变身也是很正常的操作。我基本变身和碎星诀的号都是换着带，变身加物理暴击几率 1.5， 这个项链跟夏总的基本一样啊，夏总的项链也是这种啊。腰带的话是愤怒加圣灵之甲，群体加光辉，天宫效果增加50%。鞋子的话是破碎无双加精致啊，这些装备都是我们以前看见过的。衣服的话，在不考虑抗性的话，表示极限输出。力量的话达到了53啊，熔炼以后物理暴击1.07，两件物爆啊，两件物爆。灵士的话是三伤害啊，比符战号的都不弱啊，武器比符战号的只强不弱。耳饰的话爆了5点伤害。戒指的话国标是24，爆了1，再爆了4啊，再爆了2啊，这确实四伤害的戒指眼睁睁的啊，就是眼睁睁的半年内价格基本上翻了一番啊。以前最便宜的120戒指呢是150000啊，现在是250000，算上星辉石30多万，极限啊。这个号，但是我觉得有点跑偏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凌波城最大的优势就是比别人啊要多一些综合属性。你武器是1100，别的三公的凌波城的话是1030啊，存伤1030都高高的了。你武器比他们高了70点伤害，70点伤害除以0.57啊，你等于比他多了122点属性。你122的属性，先祖成长1.6，你等于防御多了195。所以说你这把武器，你多出来的伤害，你应该转换成防御。凌波城就是任何一点防御不加的话啊，就是三属性十一段。基本上防御能达到一个2000啊，对不对？你稍微再弄一个衣服防御高点的啊，你就2150，衣服再弄防御高点的，能比现在啊起码高上一个50点啊，不算耐的话，我看不啊高不了50点，你这个熔炼过以后啊能高个20点，比你现在再高20点，然后衣服你再弄一个力耐双加的啊，耐力再增加30，30再乘一个1.6是48啊，你的防御是2263啊，这个号。不应该再叠几率了。帽子的话极限防御107，你就是把衣服弄一个力耐的，武器用一个耐的啊，鞋子防御也高啊，一样高一点2300，然后你再稍微吸点属性啊，要防御干嘛，他武器防御高啊，防御不利用上浪费了。还有个罗汉项链，枣红马出其不意须弥，这个是符战级别，善恶符战级别，超符战级别啊，符战的须弥出其不意很难达到1500的啊，灵力再加天赋符1618，这只不是符战，出其不意加力劈，死亡法防镜台，这只宝宝太过分了，这只宝宝他妈40多个，这只宝宝40多万，你这样玩三公，让别的三公没地方可玩了，大哥，三公原来玩的就是一个经济便携啊，就大家稍微投点 W 啊就能冲符战队了，你真不能这么玩三公啊，没朋友了。这只宝宝40多、啊，兄弟们啊，我算算啊，11技能镜台胚子啊，就得20多，20多加死亡法王就得30多，拍神马还是有几率掉这个东西的，循环可能还有风险险啊。40多的不是没台子，40多的是没神马，兄弟们，反正我估计50应该是肯定能下来了。这只宝宝多少钱？这只宝宝我感觉应该是50左右啊。好，还有个归宿镜台，叶罗刹啊，摇摆手师啊，闪现血宠，瞬击一拳超人。刚才40多我是没看到神马。凌波城兄弟们啊，凌波城面板3954，这种号擂台谁都打不过，正常擂台一个引弓都教他做人。这种号他是法拉利，你拿一个小货车跟一个法拉利比，说咱俩谁装的多，那肯定你装的多啊。他是人家是在赛道上的，对不对？人家经过5v5啊，然后搭配，然后再产生质变，知道吗？啊，人家在真菌显灵开飞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54力为什么牛逼了，为什么人家要花100多万买一把专用武器？这把武器1100多的啊！子女有魔镜激发的孩子吗？看看魔镜激发的孩子，我操，这孩子2100啊！易总看见了吗？这个比你雪山的孩子防御高了500。易总来看看，易总。
662加360加170啊，加539啊，1731。我操，这他妈宝宝比孵蛋的好，还是在这孩子在鱼岛应该能排，应该能排第三。建设一，哎我操，猎食平砍7000，牛逼牛逼牛逼，3954应该是啊，算孵蛋在内的凌波城的天花板，因为孵蛋号不可能用单加力量的衣服啊。不真菌了，兄弟们，就先普通的飞机。没刷出超级战役，运气不好。平飞过10000应该是，8500，小怪9300。他肯定是超级战役经脉，不可能点别的经脉，第二套经脉。没有碎星诀，没加伤害。为什么要惊涛怒？因为没有第二下，一下就解决了，拜拜。暴击了。